佛祖在上，保佑我爹身体早日康复，保佑戏班在东江顺顺利利。佛祖在上，保佑天英能够成为自由的人，随心生活。 师傅，师傅，我怎么样？班主，怎么还不见天英啊？这个天英啊，昨天虽然歇了一场，但是他的嗓子还是不太舒服。刚才他要跟着我来着，可是让我拦住了。我让他在家好好休息休息。马老板，天英可是咱们的招牌呀，要唱，那就得唱好的，咱不能将就砸了招牌。你说是不是啊？行，班主说的有道理。 可是，您身体抱恙，那谁上啊？马老板，你看，天赐，他是我的大徒弟。算时间呢，他跟着我时间最长，他不比天英差。既然班主说了，就这么办吧。只是，别辜负了戏迷的厚望啊！哎，那是那是，否则。 算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我忙去了。那就这样，准备吧。你放心啊，放心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师傅，我刚才沿着他们的路又去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有找着。这个丫头，简直是越来越贪玩了。别看了，大家赶紧准备吧。大师姐，你招呼一下。好。 快去化妆吧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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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道吗？我知道爹，可是你以后就当
这是你父亲的家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儿子，这也是个机会。你堂堂七尺男儿，比自己的师妹差就算了，可你不能比自己未来的媳妇儿还差。知道了，爹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华成君。是。